第八批由南韓運送回國嘅中國志願軍遺骸，星期五上晝喺沈陽安葬。 安葬儀式上晝10點喺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舉行，軍樂隊喺陵園演奏思念曲，禮兵護送烈士棺椁步入現場，全場奏唱國歌，27個士兵鳴槍12次，向烈士致以最崇高嘅敬意。 自2014年以嚟，一共有825位在韓志願軍烈士安葬喺呢一度。